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小朋友，再见啦！小朋友，我们一家有一只小胖熊。我喜欢刷牙，熊猫渐渐三岁了。妈妈说，它是个大宝宝了，要学会一直刷牙。来到浴室里，找出杯子和牙刷，牙膏挤到牙刷上，杯子浸满水，先从上面刷，然后。Thank you.